连胜秘籍，完不了，真完不了。Later， 哦，每天敲一敲，给你自己攒点功德，你的分自然就上去了。阿弥陀佛，主播现在是一个迷信的人，玄学上的敲了就能赢。这次只敲50下，敲多了等会儿物极必反，你要知道物极必反。我操，4连胜了，马上2-2了，看来木鱼真的有用，兄弟。你看主播不是 MVP 都能赢，你看我之前赢的局100%是 MVP， 基本上你只要赢的局都是 MVP 才能，而且是实力带飞才能赢，你不带飞就是这种结局。虔诚的敲50下，咱们慢慢敲，不能急于求成。阿弥陀佛，2-2进上，各位冲锋。2-2，我操，木鱼高手，我就知道为什么连胜不了，原来是没敲木鱼，敲了木鱼直接2-2。